就是这个醇厚的味道特别的好，别的啤酒没有这个味道，喝的感觉很好，确实不好喝，确实喝的。 整体的气氛让人的心情很开阔，心情很好，对，所以说喝的量很大。 They can gambay here. We don't do that in Germany because we have so big cups we can't gambay those cups. But I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beer tradition, you know, it's special. Oh. 给发个青岛啤酒，他就超爱的。他刚开头他就是咋了？他态度可爱了咋嘞？我这大酒放那么冒，他在看。这一碰没多长时间，就刚了两个就是。他是喝到了，不管路。他是啤酒的。要是两个人喝的三个人喝吧，都是就是这么一袋一袋的打。喝起来一个是凉，一个是爽，再一个是你喝上以后吧，这会儿再来打。 它不能说是一袋打的太多了，打的多了以后，你喝热了，热了以后吧，喝起来就没这个鲜啤酒这种滋味了。干什么呢你？啊！哎呦妈！我跟你说，你都不严了，张哥。这我们。 干了，打完了，来，挂一个，来，挂起来，哎，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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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多是花生酒，是我喝的都时间比较长了，想慢慢适应，像德国的、美国的、丹麦的、荷兰的很多品种，慢慢就适应吧，现在就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。